过我，甲死人唔过我。也祝大家各位一平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真欢喜你个在地有参加这个复活节的礼拜。很高兴今天你来参与复活节的礼拜。今天在这个时间，我要用一个题目：主的话已经死人的话，要来参加的朋友。因为在今天早晨，我们来讨论主复活与死人复活。马太二十八章第六节，天使在讲，伊无在遮，照伊所讲，已经搁活了。恁来看伊安放的所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六节的经文这样说的。OK， 耶稣安放耶稣的所在，的坟墓已经是空的了。耶稣的坟墓空了。有家真要紧的是遐个失听，还是遐个大法师？因死了后，因的一粒一粒的叫做什么啊？舍利子。佛教的法师他们死后的产物叫舍利子。迄个舍利子的变作佛教内面真要紧、真要紧的三迄个。遗传还是讲，宝贝。这个舍利子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成为一个重要的宝贝。但是耶稣基督连舍利子嘛无。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连舍利子都没有。因为坟已经空起，耶稣已经无伫遐了。因为耶稣的坟墓已经空了。咱今仔日台湾人真要紧，今仔四月初五是啥物？今天四月五号是。清明节，清明节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清明节来做什么？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的清明节是要扫墓。清明扫墓，不是单单扫墓，还要安怎？清明扫不只是扫墓，还要如何呢？祭拜祖先。祭拜祖先。OK。讲，那无祭拜祖先哈？祖先的变作妖鬼了。如果没有祭拜祖先，我们的祖先会成为恶鬼哦。因为在这段时间，真侪人拢爱去望地、去望园、去扫墓祭拜。这段时间，我们都喜欢到墓地里面去扫墓祭拜。啊，你若看到这个车在望地，请那去望地，伫最这段时间去望呢，扫墓祭拜，烧乎祖先乎墓园内面遐个人，伊是烧啥物纸？若这段时间我们去到坟墓里面，我们去烧银子，我们祭拜的是谁？伊是烧金纸还是银纸？烧的是金纸还是银纸？是烧银纸。银纸，银纸，银纸。迄、那个拜拜的人，伊所烧的迄、那个，伫咱边仔这个庙就有啊。迄、那个分作两种，一个是金的金纸，一个是银的银纸。在我们附近的寺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实它有分两种。金纸迄个是啥物人？哦，神的。金的是给神的。银纸烧给啥物人？银纸是给神。鬼的，那你这段时间你帮你烧给祖先、拜祖先，是烧金纸还是银纸？那这段时间，我们烧的是银纸。安尼证明一项，人死了后，祖先的魂是叫做啥？鬼魂。那就证明我们所祭拜的是鬼魂。真侪人讲爱去拜拜，爱去祭祖，祭祖友好。很多人喜欢用祭拜来呈现是孝顺，但是不好啊！这个子孙竟然去祭拜伊的祖先，然后伫遐伫咧讲伊的祖先是鬼的魂。
但是吊诡的是，我们祭拜的主，我们用这种仪式去祭拜，但是却是祭拜的是魂，是魂。这是为什么一般花钱的文化，花钱真无爱去帮你，因为帮你拢真很阴森。这就是我们一般华人的文化不喜欢去到墓地里面，因为我们的概念是它是阴森的。帮你要真侪鬼，所以囝，你唔通去遐过哦，你快死一人哦。因为坟墓里面感觉就是很多的鬼鬼魂。刘威。上面咱咧讲，都爱拥抱咱的祖先。上面咱咧讲，咱四界祖先是鬼魂。各位，我们去想，我们一方面要孝顺的祭拜祖先，但是其实却说他是鬼魂。你讲你的祖先死了变成鬼魂，你会相信吗？你说你的祖先死掉是鬼魂，你相信吗？你要爱你的家，你的祖先死了后，怎么变作鬼魂吗？然后你搁做尊伊做厝内搁一个神主牌啊，上面叫伊神主，上面搁叫伊讲伊是鬼魂。你，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我们祭拜祖先，祭拜他是我的神，但是其实他又是鬼魂。因为做一个基督徒。通感谢主、阿弥陀佛，因为咱不是这款的看法。各位，我们应该感谢主，因为我们的思想并不是这样的观念。咱人死了哦，鬼话待伫遐，咱人海归伫人海，又何土归伫土？我们死后是归于尘土。咱的灵魂有在伫遐无？我们灵魂有在那里吗？咱的灵魂走伫倒去？我们的灵魂跑到哪里呢？那人讲，咱的灵魂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说。在上帝的处。在父那里了。所以，遐已经无咱的存在了。那里已经没有我的存在。因为基督徒对上帝，我唔知你安怎看上帝，那我真尊重迄个所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如何看待？这样的地方呢，入客人不是非常敬重他。在我人生上艰苦的时候，我有几个所在我会去。在我人生最痛苦失意的时候，我有几个地方我会去。我会走去海边，我去海边听海水声音。面对澎湃的海，面对遐海水的声、海浪的声，然后帮助我伫咧水土心内一挂。不敢换的想法。面对这样空旷的大海的声音，可以洗净我内心的烦忧。我会走去悬山顶，看上帝所创造的悬山，然后伫遐，我家己的心平静。我也会跑去高山，看那些景色，让我的心里得到平静。你知我还走去什么所在？你们知道我还去哪里吗？我会骑摩托车，对我的车走去文化宫，嘛伫遐两点钟坐伫迄个所在。我还会去坟墓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子，然后到那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然后遐个皇帝，遐已经死去的人，会对我讲一句，定心提醒我讲，进宅。然后这些过世的长辈会再重新的提醒我，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所谓一切拢会过去，所以一切都会过去的。因为这三个所在会伫你，因带我倒转来到伫定心徛伫上帝面前，定心告别讲好，我会努力，我较安全辛苦。我会过修这条路，会继续用心听。各位，这三个地方会帮助我重新整理我的生命，让我向着标杆迈进。别人看这鬼魂的所在，人惊的所在，对我来讲，那是神圣的所在。别人觉得很害怕的地方是鬼魂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神圣的。进来下，这我们忙，你来要会扫墓，你来进去扫墓。弟兄姐妹，如果还没去扫墓的，要赶快把握时间。因为你去扫墓，表示你对你的先祖的类似孝念敬爱。因为你去扫墓的时候，其实也表示出你对先祖的
敬拜。我有得帮你，然后我看到有人嘛是基督徒的帮。我去到坟墓里，同样的也看见是基督徒的坟墓。但是伫迄个节期的过了后，基督徒无去遐除草，无去遐整理祖先的墓，见笑啊见笑。但是在这节期过后，我却看到这一些坟墓却没有他的晚辈来整理，这是个羞辱。有一个人在这个特别的时间，你无拜拜，你无祭祖。OK， 因为那很是咱的信仰，但是至少一项基督徒，你连无拜无祭，但是你连扫墓大项拢无，你亏欠先祖，亏欠上帝恩光。我安尼讲，唔知你要讲阿门无？这个我们来说，虽然是外邦的节期，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个节期当中，借由这样子的扫墓行为，表示对祖先的尊重。因为一波过一波地地过，咱基督徒，咱讲这个时间清明是，因咧讲慎终追远。这段时间是他们说慎终追远。但是一般的文化是讲人的迄、那个，讲啉水、食果子、拜树头啊，啉水思源的事，人敢那带到伫人的面前，基督徒。不是只带到人的面前，各个过这些先祖都是上帝所创造，所以我们更加敬爱祖先的同时，我们来敬爱什么人？我们来敬爱什么？上帝万一万万年的主关怀。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饮水思源，但是除了饮水思源之外，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思念长辈，来到父神面前，知道我们生命的源头来自于上帝。咱无祭拜祖先，无祭无拜。我们祭拜祖先。但是咱基督徒伫这个只安怎样伫咧表明咱的信仰、咱的孝道？那我们如何表明我们的信仰跟孝道呢？别人是一般的文化甲宗教是注重死了后的祭甲拜。一般的文化是注重死后的祭拜，基督徒注重的是人活的时的友好。基督徒注重的是生前的孝道。所以，咱咧珍惜的是现在，大家人拢好好活伫这个世间，好好活伫遮。你有咧珍惜现在的时间、机会、甲关系啊？所以，我们基督的信仰是要注重当下，你有没有活出孝顺的心？那现在挖地的时，大家叽叽咕咕拢袂好势。挖地的时，再做咧哭哭啼啼，有啥物路用？若生前我们不孝顺，死后哭哭啼啼的，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因为我前来的兄弟，要注重现在，比啥物搁较要紧。各位，所以我们要注重当下的孝顺父母，比什么更要紧？你即个时代人年纪渐渐伫咧年老，身躯伫咧退化。你有在关心他的需要吗？父母的年岁渐长，机能退化，你有没有关心他的需要呢？他在家里起起落落，脚已经在酸软，安全的问题你有在顾守吗？家里各式各样障碍的空间，我们有没有去替他们思考呢？因为是大人心里不安，怕他们孤独，你有常这些兄弟姐妹、子弟孙，大家人有伫咧关心阿公阿妈，现在的关心照顾比死后的祭拜更加要紧，这是基督徒的问题。他们内心孤单的状况，我们有没有去顾虑到呢？其实他们的状况，我们是要注重的。因为你若敬爱你的许多人，若我们敬爱他们，你就要注意，若有机会，要带你的士大人来到伫上帝面前做上帝的囝。我们若敬爱他们，要把我们的父母带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因为伊的生命有一日伊会衰老，有一日伊会结束，伊的灵魂要去倒位啊？因为他的生命若消逝，他灵魂要去哪里呢？一般的人讲怎，伊鬼魂落地狱，
咱敢爱咱的世大人，灵魂将来归魂就地狱；无爱，咱唔忙伊会当是上帝家。你若敬爱，趁你也都会使带你的世大人进来到伫上帝面前。一般的文化信仰是死后成为鬼，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赶快带他来到父母面前。另外，你若是友好你的世大人，友好有好食。是大人所留下的信仰，你都要好好继承。有你讲爸啊、母啊，我疼你，我敬爱你。但是，是大人留下你真水的基督徒的信仰，你竟然你到即久拢无去教会，你讲你敬爱是大人 ，no， 那是白差。因为伊看做上要紧的信仰，你已经失落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思考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敬爱父母？我们有没有去传承他的信仰在我的生命里面呢？若是没有的话，我们口里说我们孝顺父母，那就问题了。我看到太多基督徒，因大汉了后，因出头天了，因个人一人一业了后，哪有财经的人离开上帝？这是一个足悲哀的事情。我看见有一些状况，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当他们成长的时候，甚至成功的时候，却离神越远。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是悲哀。这个信用咱都要真正要好好保持。这个信用信仰，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听你的是大人，你都要把握机会，用你的好好所行，用你的友好，用你是家庭内面上关心父母的迄个件事，好看待你的是大人，通过你的好所行，带伊入来做上帝的行子路。爱我们的父母，我们不只是孝顺他。敬爱他，其实我们还是要把他引到父的面前来。你若是友好你的世大人，无论如何，你都要紧紧继承伊的信仰，甲伊伫上帝面前的好所行。因为这个是荣耀你的父母上水上水，会当互伊得到欢心的奖赏。同样的，父母的信仰我们也要传承，因为这不只是传承，也是荣耀。基督徒，你都要定期去望呢，去看看嘞，顺顺嘞。我唔忙，你的先祖待迄个所在是周边，是周边上清气的迄门无。听那人来讲，哎呀，这个基督徒，所以你子孙拢会顺，真友好。我们基督徒要定期的到墓前来扫墓，透过这样的行为。也向世人来表达，哎呀，基督徒是孝顺的。我望咱厝内大家人拢来定一个，你家己厝内家谱，唔知咱最后的。我期待啊，各位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可以定做一个族谱。因为迄个族谱表明，咱有滴亲像圣经同款，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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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有甲建立。因为这样的族谱也代表是如同在圣经里面是代代传承的。因为每次人在那扫墓了，不知道你们怎么冲，最好你是大家人围的，那么恭喜这个祖先，这个祖先，这个祖先，他有什么好的所行，他的信仰，他在你的心中所做的水，或者会知道他们的故事。各位，你们扫完墓之后是做什么呢？是不是在大家一起在做联系、讨论祖先长辈他们在生前美好的德行呢？最后了了，就做一个共同的祈祷，感谢愿上帝给赐福，因为灵魂在天，甲爸三个同在平安喜乐，然后才会子孙代代搁祈祷主疼上帝。最后祷告，向父神献上感谢，也感谢父神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后代的尊。将这款的信仰，甲这款的家庭的伦理，有比外口的人更较好啊无？这样的信仰伦理有没有比外面的更好呢？这款用这个方式来友好咱的祖先，伫父母要离离时，用实际的友好甲关心，代替事后的祭拜。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信仰，有没有比我们原本的传统信仰更具有实际性？
那我们在死一个包需要太阳安怎？在死一个包太阳需要拜低头。所以现世较有方块的较实在啦，较有通食啦。死了再来拜吼，唔知影人底个食咯，迄种假的。OK， 好，来，我这段经文，请咱大家人用华语到恁来读一下，好无？预备，来。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按那个玛利亚来看父母，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发颤，甚至和众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那放火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好奇要报告他们的门徒。突然，耶稣一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有你这段经文的中间有几项，我要跟你分享。各位，从这段经文当中，我有几件事情要跟你们分享。你只要加工，有两个福建人，拢叫做玛利亚，一个是活在里面的玛利亚，一个是亚瑟的老母玛利亚。这段经文有两个玛利亚，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福建，那因要来，因要去帮你啊，看望耶稣已经代理啊，因要去看。少年耶稣要去帮忙看者，他们要去探望耶稣的坟墓。突然看见有天使出现，突然看见天使出现，然后这个家天使跟他讲，唔免惊。这时天使回应他们说，不用害怕，因为天使对这个少年耶稣的父亲人跟他讲，唔免惊。各位，天使从这。妇人去思念耶稣，然后告诉他们说：“不用害怕。”后边有发生一连串真奥妙的事，当附近人啊，当你若看到上帝国有新的奥妙的事发生的时，请恁唔免惊。然后发生一连串奇妙的变化，告诉他们说：“不用害怕。”因为我进来现在有足侪人。甲上帝作为，已经甲看死啊！各位，其实，在有一些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就定为是没有盼望，认为上帝会做的代志早都已经做了，认为上帝的工作已经成了。伫这个只，佮我甲咱讲一项，上帝世世代代伫咧做新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在世世代代都是做新事的。有钱人啊，你唔免惊。富人，你不用害怕。因为只要一项新的事会发生。这里有一件新的事情要发生。过去冇发生。过去冇发生。未来嘛，真困难发生。未来困难发生。叫耶稣要伫死人中度啊。耶稣从死里复活。当你若看到一个新奥妙的事，唔免惊。当你看见这奥秘新的事情，是不用害怕。因为上帝还佫在做工。因为上帝在做工。因为恁认为上帝今仔日还佫会做工无？各位，你们觉得上帝今天还会在做新事吗？恁若认为上帝还佫活着，还佫会做工，今仔日出后若发生什么奥妙的事，唔免惊。上帝超过咱即句的信仰个别所做所为代志。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时时做新事的神。它是超越性的，
真侪人信用真惊呀，若突破一寡基本教义，我惊到面面臭。是天才讲，唔免惊。很多人安于习惯，只要一突破现有的习惯，就会害怕。但是天使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说，不用害怕。第一滴啊，第五节、第六节这个节，天使伫咧甲这个条件、心魔、军队、耶稣的福音人讲。在第六节这段经文，天使对这一群草见的妇女这么说的。你得相信，耶稣已经不在家了。耶稣已经不在这里了。耶稣已经对死过活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得相信这样的事情。你们要相信这样的事情。唔免去怀疑。不要怀疑。这个梦，等下你来去看。这个空坟墓。梦是耶稣已经扛起了，这个梦已经扛起，耶稣已经不在家。这样说，你得你敢来相信？这空坟墓的事情，你们。一定要相信。来，你来看，这是一个事实的证明。这是一个事实的证明。然后看了后，天使又叫这的这两个负责人讲：“你就去。”然后天使还告诉这个妇女说：“你们当去。”去分享。去分享。去分享这个要紧的信息。去分享这要紧的信息。去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去见证这上帝奇妙的作为。对人讲，耶稣已经死过活了。对人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你看见这附近人欢欢喜喜离开现场。然后你就看见他们是欢欢喜喜的离开现场。因为这个墓地是忧愁的所在，惊吓的所在。各位。这个墓地看起来是忧愁的现场。因来到伫遮是忧愁哀伤来到伫遮。他们当初来的时候是哀伤的。现在伫这个墓地上帝转化，和墓地忧愁惊吓死死的所在，已经变成大欢喜的所在。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转化的部分是成为一个大欢喜。从这个流程行过了后，突然遇到国外的主。当这流程经走完之后，他们遇见的一个是复活的主。耶稣对他们说一句应允的话。耶稣说了一句曾经应允他们的话。安怎说？耶稣安怎说？他怎么说呢？来，人说一下来。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平安。我的主今天就要对你说，愿你平安。复活的主在今天的早晨也要对你说，愿你平安。因为，唔知你有受邀请在咧行这个流程啊无？你有没有去思考我们的生命或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是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呢？最后，咱来看二十八章的第一十节咧讲。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咱到底来祷告，用华语来。安息日，七月的头一日，天才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安奈的玛利亚来看坟墓。只要叫你讲一下，安息日将近，不是拄拄要到，将近是讲要结束啊。这里说安息日不是将到，是结快结束结束。安息日要结束，安息日就是休困的日，安息日就是对拜五年到拜六下晡。这段时间，犹太人安息休安息的时间。安息日是礼拜五到礼拜六，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守安息日的时候。拜五暗到拜六下晡。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下午。请问咱即卖安息日是当时？请问你现在我们的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基督教的安息日是当时，拜五暗到拜五下晡到拜六下晡，还是礼拜日？基督徒我们的安息日是礼拜天。各位，唔知你有发觉这个转变无？各位，你们能看见这个转变吗？对，拜五下晡到拜六下晡的安息的时间，突然转换来伫七日的头一日。从礼拜五、礼拜六的安息日突然转变成礼拜天。你知道为什么这款的、这款的腊日，还是这款的休困的时间，为什么这做这个移转无？完全出现了。这
转化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因为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对死的话，因为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对死的话，那日我们叫做什么节啊？什么节啊？耶稣死里复活是什么日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几？来，我再请问一下。我想请问你啊。你稍微想一下啊，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还是礼拜一到礼拜天？一礼拜要安怎算？到礼拜四。还是礼拜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拜一、礼拜拜一。你拿起你的手机。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手机来看一下。看你手机的日历安怎开始？看看你手机。我跟你讲，这有真无共款的意义哦。这有奥义在这里。你看你的日历。你看看你手机。你就知你的制作这个手机的人，伊背后是受基督教的、受基督所基督各话影响还是无？你注意看。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手机，看它的星期一到星期天的排列顺序，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设计者。礼拜天客在上后边的，客在上后边的车几手？对吧？有一款的手机，有。礼拜天客在第一位的车几手？礼拜天在第一个吗？哎，好，刘医师，你来单调。我刚刚的手机要换新的了。你等下你往那看，你到的哪里？回去看看我们的日历。你到的哪里？礼拜日那是最后的，伊绝对有遐个拜拜的日子。当时好日，当时歹日，当时放火，当时安怎？你到的哪里？那是过来，礼拜日在你后边的，绝对有遮个物。我们回去看看我们的日历，就可以知道这其中的排列顺不顺序，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留意耶稣对各话，耶稣的梦是康宁，这个造成真多世界的变化、文化的变化。你活在这个中间，你活在不管你有信耶稣、无信耶稣，不管你信上帝、无信上帝。人都活在这个祝福，但是伊拢唔知影，这个耶稣话呢？各位，我们透过这样子，耶稣死里复活，我们就知道这世界在变化。我们有没有参与在当中呢？耶稣复活迄日是七日的第一，七日头一日的清早。耶稣复活是第七日的早晨。伊是叫做礼拜日。那一天叫礼拜日。七日的第一日是让你休困去游览、佚佗的所在日子，是无？七日的早晨是让我们旅游的吗？七日的第一日是让你好好休困，刚出来睡大觉，是无？七日的早晨是让我们睡大佛觉的吗？耶稣已经对死过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兄弟姐妹，透早起来，然后去做礼拜，因为这是礼拜日。弟兄姐妹，记得早晨起来到教会来做礼拜。去做礼拜，头家阁爱付你钱。做礼拜，老板还要付我们钱。去做礼拜，唔免工作，头家阁爱付你钱，这是基督的文化。周日来到教会聚会，老板要付我们钱，这是基督的文化。耶稣对四个啊，对世界造成足大影响，但是咱无时咱拢唔知。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带来世界文化的转变。很大，但我们却不知道。耶稣对死过活，人的死过活未？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我们人人的过活未？未。基督徒，因为注意，这是咱的盼望。各位，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盼望。释迦牟尼有对死过活无？释迦牟尼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因为大家人要定义舍利子。因为每个人都要定舍利。所以，因为伊无过活，伊是伫遐。但他没有再复活。耶稣对死过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嘛，因为信伊的人灵魂无伫阴间，因为死了伊的灵魂搁活上天。耶稣死里复活，他应了我们，我们灵魂是不在阴间的。咱到底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预备来。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血气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个经对咱讲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有一个顶下，咱死了后，灵魂用灵魂的灵性的身体上天。当我们死后，我们灵性的身体升天。圣经讲，这个灵性的身体是不朽坏的。圣经上面说，这灵性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圣经讲，这个灵性的身躯是荣耀的。这灵性的是荣耀，是强壮的，是强壮的。因为你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极大无比的好消息。各位，我们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极大无比的好消息。死的过程只是让这个肉体的身躯朽烂老去啊。死后的身体只是让朽坏的身体留在那里。你若阁继续无死，你会活到真艰苦。若我们，敢是？孤孤单单，敢长期多二十年？若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却长期的躺卧在病床上，那有意义吗？你讲主啊，拜托了，给我逃房，紧的紧的，给我逃房。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向父神说：“主啊，求你释放我吧。”然后逃房了的情况就是，身荣耀的身躯、灵体的身躯怎上天，甲主永远同住。这释放的结果就是我们荣耀的身体与父神的连接。下早起，这个圣经给咱的应许，唔知你有得到啊无？今天这段经文，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有没有深植在我们的里面呢？那有，咱等下咱过来听咱的诗歌，咱的圣歌对，甲来变真水的诗歌。耶稣基督对四个话。若有的话，我们可以从圣歌对今天所吟唱的诗歌来领受。耶稣来记得。我们同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上帝听甲安排下面。在父神的慈爱和安排当中。在耶稣十字架呼召下面。在你十字架上的呼召。我已经回应，已经回到上帝家。我们已经回到父神的家里。感谢主最上帝何事的荣耀。感谢透过你让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耶稣已经对死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愿我每一个兄弟姐妹嘛，将我的旧的性命、顽固的性命、未经生的性命，拢甲主同定同死。主啊，你的死里复活帮助我们的老我是钉在十字架上的。然后我甲主同过活是新的活命，因为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让我们因为你的死，也因为你的活，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讲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我们要说赞美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主。